现在呢，我讲这个形意八式拳。形意八式拳呢，它是形意拳里边的一个套路，啊，这个套路呢，就是说是由著名武术家朱奎庭老先生传下来的。所以朱老师呢，他是向李成义大师学的，啊，李成义老先生，他是。 形意拳的重师了，啊，他这个形意拳是比较有名的。楚老先生呢，他跟李成义先生呢学了10年，啊，所以他学的李成义的正宗的形意拳，啊，所以他这个形意拳呢，就是得到李老的宠爱，啊，这个形意拳呢，主要呢，他这个八式呢。 主要是在这个五行的基础上，啊，加上麻形、摇形、畸形，啊，组成的这么一个套路，啊，所以我跟随我的在1950年呢，跟朱奎庭老师学，啊，学形意八卦太极，啊，所以，啊，把这个套路呢，就是学下来，啊，学下来。那么现在呢，我把这个套路呢演示一下，啊，演示一下。 这个八式拳呢，它整个呢有49个动作，啊，49个动作。现在呢分成够6小组，6组来讲解，啊，现在呢我讲解第一组，啊，第一组。我先把第一组呢先演示一下。 八式拳呢，是一个气势。这个气势呢，它是这样子的啊，两腿并合并，身体站直了，是吧？气势。那么眼睛往前看啊，整个身体呢，这个也要放松一点，不要太紧张啊。那么它这个气势呢，只是两个手呢，双手两臂从两侧往上起，啊，到胸前向胸前合拢。 主脚向前进半步，哎，这个时候合拢来握拳，再右脚上来并步，哎，这个就是说向前走一步啊，这个拳向前走一步，这个拳合拢来并步，好，这个头，哎，这个头眼睛向足看，啊，这么是一个也是一个精神啊，这个精神要，哎，这个头要顶啊，也行业术，这个形意拳的要领不能少。 啊，这个还是这个拳下来以后呢，这个两个拳呢，全力啊，全力拳向对，手呢形成一个大的弧形啊，不能不是往下的，也不能弹弯啊，也是一个是自然的放松无形了啊，无形的，哎，头往左边转，眼睛看左边啊，那么接下来呢，那么就是说啊。 主拳呢往腰部收，
主拳往腰部收，啊，主脚尖转一点，转45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这个右拳呢松开以后，腕腿向前撂张，向前撂张啊，这个是就是说腕腿撂张，啊，没撂，哎，这个撂张腿弯曲，啊，撂出去，撂这个撂张是45度，对吧？你不要啊撂得太高，是吧？也不要撂一点，哎，正好撂的什么45度这样子啊，哎，这个身体还是啊这样子啊，哎，撂张以后，啊，再收回来，出主脚，主脚出去，嗯啊，一个蹦拳，啊，一个蹦拳啊，一个蹦拳，这个蹦拳呢是略会低一点，好了啊，稍微低一点，哎，这个步姿呢还是在右脚，重心都是在右脚的啊，这么一撂，嗯，步姿不要很大的啊，蹦拳。那么再上一步，再上右脚，啊。再上右脚以后，啊，这个拳下去，这个是叫腰直缩伸的，啊，腰直缩伸，它这个拳铺里面的是腰直缩伸啊。这个一蹦拳以后，这个右脚是斜的，右脚是弯过来的啊，两腿相交，大腿夹紧了，嗯哼，腰直缩伸，啊，腰直缩伸。那么这个拳是往下的啊，往下的啊，眼睛往前看，啊，再上主脚。又抛拳，腰直入林，又抛拳了啊！要抛拳，哎，这个抛拳跟五行拳里面一样，这个抛拳要求都是一样的啊。这抛拳，嗯，这个上去要转，嗯，这上去，转两臂要转，右手要转，拳头要转，上去，嗯，抛拳，这个主抛拳，手要平，对不对？这个这样，这个重心都在后脚。那么接下来一个麻行呢，这个主右拳呢从上面下来到腰部，这个主拳呢横过来，哎，这个主拳横过来啊，横过来，主脚上步，右拳同时出去，嗯哼，这是一个麻行啊，这是十二行里面的麻行了啊，形意十二行里面麻行这么一个出现，哎，这个步子呢，这个拳呢，手臂都是弯曲的啊，都有点弯的啊，这个手也不能伸直，也是有点弯，哎，这个送肩，肩要送啊，肘往上，拳呢是平的，拳背朝上啊，这个麻行是不是啊？那么这个哎是吧，蹦拳啊，怎么撂掌一臂，哎，腰直缩伸，腰直入林下来，这个拳下来，这个手马上弯过来了，是吧？这也是一个有一个拿法在里面啊，有个拿法，你压这个拳，对方一个拳过来了，你这么一压，哎，喂，我马上就出去了啊，就马上出去了啊。好，再退步啊，一个横拳，再退步一个横拳啊，退步横拳，哎，退步这个横拳，这个是横拳，不是，就是退步横拳。我们横拳五行里面是打进步的，那么现在退步也可以。啊，退步横拳，这个就是说，这个腿部以后，这个拳都要转了啊。所以我们很多形意拳里面，这个拳转换动作都有点旋转的，嗯，啪翻出去，这个手马上一转，转到草上，这个手法上，退步两腿相交，大腿夹紧，哎，上身重心要直，哎，是吧？那么这个手稍微高一点啊，跟别肩一样高，哎，在这儿。啊，在这儿，再顺步蹦拳，再进步蹦拳，啊，终于退，嗯哼，蹦拳，哎，蹦拳了，这个蹦拳要平，手要平，啊，重心都在后脚，啊，都在后脚。那么当然，这个蹦拳，啪一退，这个蹦拳当然你可以更半步也可以，更一点也可以，啊，稍微更一点，嗯，一退以后进步，哎，更一点，啊，好，这就到这儿了。现在我把第二组的动作，啊，先演练一次啊，先演练一次。
这个上一次到这个神浦本拳啊，神浦本拳，第一个动作呢是啊经济独立啊，经济独立，这个经济独立呢，它就是它是这是也是老拳谱了，经济独立，这个拳呢就是这么翻下来啊，这个动作啊，这个动作，这个所以这个动作呢，这个要求这个右手呢要求很高，这个右手呢这个要很灵活啊，要灵活，要转得快啊，要转得快，嗯，啪一啊收回来，这个收回来呢，那你转你就不能，这个手是臂一起动又不行啊，这一个这个肘部动就行了，这个小臂前臂动啊，前臂动呢，这个前臂关节动就行了啊，这个是一个关节啊，这个一转，你看，这一转，这个拳出去啊，这个一转，这个手从这儿收回来的时候从这儿出去，这个掌就出去了啊，这个、掌就出去了啊，顺步奔拳以后，这个下来可以慢一点，转的时候要快，那么转的时候这个步子也要收回来，哎，这个手跟步是同步的，一定要同步，无论什么拳，进步也好退步也好都要同步，这是形意拳的特点啊，都要同步，哎，这出再进去啊再进去，经济十米啊，这个、下一个动作是经济十米，这个经济独立经济十米，经济十米，这是一个拳啊，一个蹦拳，就是一个蹦拳。这个蹦拳呢，这个手是扶在上面的，啊，扶在上面的啊，扶在上面。这个步子也是弯推的，啊，后脚跟半步，啊，跟半步上去啊，经济十米，啊，这一个啊，经济十米，啊，下一个动作就是颈部劈，来、啊、一个劈拳，啊，这个劈拳，啊，劈拳。劈拳跟前面讲的一样啊，这个劈拳都要求是，啊，头要顶，行要竖啊，这个掌，啊，送剑成舟，做完，这个下手也要掌要升起来，要往掌要往上抬，啊，这个重心坐在后面啊，这样子啊，是这样啊，啊，这么一转是吧？这经济十米，啊，一劈以后，再收回。足脚跟足手一起收回，啊，这就打一个抛拳，啊，打一个抛拳，啊，这是连贯性的啊，这么掌一劈，啊，经济是入米，啊，向前劈，嗯，一劈，劈以后，足脚一起收回，啊，一起收回，胜部抛拳，嗯哼，你抛，啊，抛拳，当然胜部抛拳你打的时候也是要。足拳也要转啊，一样的也要转，后拳啊啊，这个哎向上，那么肘部往下啊，不要肘部往上抬啊，不要往上抬，肘部往下，拳向上转过去，这么转过去，哎，这么一抛，甚至往后坐啊，抛，哎，一抛以后啊，下一个动作，那么这个要一转，这个抛拳下来从啊，再从这儿打个横拳啊，抛拳以后打个横拳。啊，抛拳这个上面的手呢，拳头呢，主手拳主拳呢，从上面绕下来，从腰部再出去，打一个横拳。横拳呢，就是从右拳的下面出去，右拳收回，横拳在腰部的横拳出去，这个是裂了啊，这个裂了啊，也要裂一点啊，裂点。哎，小指这个小指对臂剑了，啊，这个拳的高度跟臂剑一样高，对不对？不都一样高啊？那么接下来是龙腹相交啊，龙腹相交呢，它是这个腿要蹬腿，啊蹬腿，啪一蹬，再一个蹦拳，啊，那么这个蹬腿呢，就是说它叫龙腹相交了，它是也是引用这个啊脚跟手啊相交一起交啊这个抛拳啊，这个抛拳，一个横拳啊，横拳以后啊，一个横拳以后。这个脚啊原来是个抛拳啊，横拳以后这个脚尖可以转45度啊，因为这个就是这个要我马上打算后脚要上了啊，这个一横拳以后转一脚再蹬脚，再接下来就是个蹦拳，落下来就是一个蹦拳，胜部蹦拳啊，胜部蹦拳啊，这个重心还是在这后脚啊，这个蹦拳平的松肩，哎，这个右拳是横过来的
啊，这里的啊。那么这个顺步啊，这个顺步，顺步呢就是我主脚主拳叫顺步啊，这个样子不叫顺步啊，这个是顺步啊。顺步以后我再收退一退啊，收回来再上步右蹦拳，再上步右蹦拳啊，再上步右蹦拳啊，这是这么打啊。所以这个龙虎相交以后，龙虎相交以后啊，一蹬，哎，一蹬，噌，一收啊，一收，人家一个拳过来，我这么一收，哎，我再一拳啊，是这么，这个拳也是平的，重心坐在后脚，哎，上身要直啊，头眼睛往前看啊，这个蹦拳。现在呢，我讲解第三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就把动作呢讲解一下。啊，上一次呢，我们到这个位置，是不是？那么接下来呢是个抱拳，十字抱拳，这个右拳呢就把它收回来，收回来呢身体往左转，向左两手抱拳，就是说他这个回来有两手抱拳交叉，两拳交叉，手心拳心朝上啊，两拳交叉拳朝，那么身体向左是吧，上身向左，步子不动，对吧？那么这两手分开，啊，两手分开，分开的时候，这个主脚呢往前移半步，哎，移半步，这个白鹅两只是吧？移半步，啊，弓步，重心在右脚，啊，重心在右脚啊，这边打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啊，就一抱，就在这边，哎，这个拳背向前，啊，这是向后，这么劈，啊，劈，劈的时候劈好了，劈好了以后。啊，再回过去，这个拳回过来，回过去，回过去呢，这个脚勾过来，哎，往右脚尖往回勾，勾好以后，哎，这个拳呢从腰部髌部往下打，往下打啊，这个是这边过来是这样啊，这个分开以后，白鹅两次分好以后，哎，这个脚一勾，这个拳从腰部，这个手下来，髌部，朝这个下，往下打。哎，这个两手可以交叉啊，交叉的，往下打，啊，这能不能太低啊？不能冒腰啊，还是弯腿，稍微有点，眼睛往下看一看就行了啊，这一个，是吧？这么一抱一翻，哎，往下打啊，接下来跳步抛拳啊，一跳，哎，这个一跳呢，这个抛拳呢一跳呢，就是说步子稍微抱拳大一点，两个脚同时落地，啊，同时落地，一个抛拳，啊，这个动作是，稍许有点难度啊。这个跳的时候呢，两个脚不能踏踏，这不行。两个脚同时落地，啪，一个声音，啊，一个声音啊。这个同时这个抛拳一拧身，一拧身拧腰，拧身就啪一个抛拳，啪一个抛拳啊，拧身拧腰一个抛拳啊，啊下去，这个抛拳。啊，一个抛拳，抛拳以后，那抛拳以后，那就到打这个转拳了，上步转拳，啊，上步转拳，啊，这个抛拳以后，那么再翻身，一上步转拳，啊，一上步转了啊，一翻一个转，上步转，哎，转，啊，这个腰子正是等于是，啊，转拳，转拳呢，这功夫会大一点，为什么呢？你马上要转身的。啊，你不能脚并上去，对吧？我们连转拳五行里面转拳不是啊要上去了吗？啊，这不是上去了，他这个转拳就是啊一步啪上去，啊转拳，这个转拳手拳头还在下面，这个拳是高的啊，跟门楣一样高，
再放手回过来，脚收一收，再一个转拳，哎，这个时候腰子翻身了，啊，腰子啊，腰子这是腰摇型嘛，啊，这是个摇型啊，这个跟这一样，这是十二型里边的摇型啊，摇型啊，嗯，转过去，甩过来，再一个转拳，啊，转拳，啊，这个腰子啊，再腰子翻身，那么两手一交就转过去，嗯，啊，嗯，弓步要大一点啊，那么这个手呢要平，肘部对着右脚，这个肘部啊，肘部重心对着右脚啊，这是一个动作，这是一个用法啊，这是一个用法啊。那么这个拳呢，你不能摔掉，对着这个，哎，对着骨骼，这里骨骼嘛，就是骨骼啊，是这样啊，你不能甩掉，也不能松掉，对着骨骼啊，对着骨骼。这个动作是比较一个拧腰翻身拧腰啊，是不是啊？翻身拧腰啊，这么一转，啪上去，再回过来，啊，再上步，腰直竖立，啊，腰直缩身，啊，这是腰直缩身。接下来，这个两腿还是交叉的，两腿夹紧，对吧？再上步，腰直竖立，腰直竖立，啊。啊，跟这个一样啊，这么一打，这一转，腰子翻身，啊，腰子累。这个抛拳也是一样，打的时候每一个抛拳都要上去就是转了，啊，右手上去，这么一转，拳头是平的，哎，拳头平的啊，重心在这都是后脚，啊，两腿摆稳了，身体垂直。第三组，现在我将第四组，先把第四组这个演示一下啊，动作。那么这个整个套路的八式拳呢，就是说，它是整个套路是来回，基本上是相同的，啊，就是方向不一样啊，方向不一样，就是请大家要注意啊。那么接下来呢是一个上一组呢是在抛拳，对不对？这个抛拳下来呢，接下来是个麻形，麻形呢，这个同样的这个手要从上面下来，右手从上面下来到腰部。右腰部是横拳，啊，横拳。那么在下来的同时呢，这个足拳又横过来了，啊，足拳横过来，横过来以后，足脚跟右拳马上就出去，又出去，啊，出去以后，那么这个出去的时候，后脚就跟上半步，啊，跟上半步注意啊，这个脚不能跟到足脚的前面去啊，跟到足脚的前面，你的重心就不对了，啊，重心就坐不住了，啊，这个下来以后，啪一打一拳。这个脚始终在后面啊，在主脚的后面啊，哎，这个抛拳啊，腰直竖立，这是腰直竖入林了，下来啊，一个麻拳，麻形再退步横拳，啊，这个退步横拳要求也是一样，大腿两腿要夹紧啊，这个腿两腿弯曲啊，右脚尖横过来啊，退步横拳，这个右主拳往上一点，哎，右拳在腰部，哎，腰部，啊，腰部。那么接下来就是身部蹦拳，那么右脚进步，右脚向前进步，顺步，这是顺步了啊，这是右脚右拳嘛，这是顺步嘛，啊，顺步呢，那个后脚可以还是跟一点，哎，但是不要跟的太多啊，少跟一点啊，推以后。但所以这个出拳呢，崩拳也好，出拳都是从拳的下面出去啊，所以要注意这个每一个拳都是要从下面出去，对不对？
那你看从下面走，啊，下面走，都是下面走的，啊，下面走的啊，这是顺步，顺步蹦拳。接下来经济独立，经济独立呢，这个手要啊圆弯圆一点啊，这是刚才一样的，肩膀要松，这个你肩膀不松呢，这个手转不起来，哎，这个肩膀一松，这个手就转了，可以转了啊，这个小臂转，这个肘部转，啊，肘部转啊，哎，蹦拳，肘部手往下弯，这个脚呢收回来，脚就啊一收，啊一收就这个手就出去了啊。一个脚退回来以后收住，足脚马上靠在右脚上啊，独立式成独立啊，一个脚独立式的啊，经济独立，这就经济独立了，这个掌呢就马上出去了，这个掌呢要竖起来，手指朝上，不是掌就这么出去就行，还是要竖起来一点啊，这个肘也要弯曲一点，肩膀要放松啊。那么经济独立啊，经济独立，经济独立以后再经济入米，经济十米啊，十这个拳是平的，这个足掌呢就糊在这个手臂上，啊，是平的，啊，平的，是吧？经济独立，啊，经济十米，啊，接下来呢，这是一个劈掌，劈拳，啊，一个劈拳，劈拳还是同样的，一样，这个掌要上线，啊，掌手心朝上一点，松肩成肘，啊，所以这个入米以后了。这个掌呢劈出去的时候呢，两手同时撕开，同时撕，哎，它是同时撕的。为什么你没有同时撕呢？你光一个手啊，光一个手撕劲，撕不出劲，啊，一定要两个手，对吧？两臂同时往外拉，那就撕出劲来啊。哎，这里一手，这个手也这个也要往下撑，也要往下撑，那么这个手就劲就出来了啊，劲就出来了，啊，是这样。那么再收回来，换步啊，这一收呢就主要是换步，啊，收步，抛拳，换步抛拳，啊，抛拳也要从这个上面转过去，抛拳，啊，这一收，收也是，这个换步也是要换得快一点啊，你换得慢，你这么收回来再出去，这也不行，这连起来的话呢，又要稍许要快一点啊，这一收，哎，你抛拳。再脚尖一转，这个拳下来，横拳，啊，一个横拳，定步横拳，步子不动，步子不动呢，但是不动不转，这些转一点啊，这个右脚尖往外转一点，身体也要右稍微转一点，啊，转一点，哎，这个下来以后，嗯哼，这胯部都是要转一点啊，拳抱在腰部。啊，右拳在腰部，足拳向上一点，这是一个横拳嘛，啊，这是一个横拳，啊，好。现在我们是第五柱，现在我把第五柱先演示一下。现在我把第五柱的动作呢分解一下。那么这个上次我们到这个抛拳是吧，抛拳横拳，神步横拳对吧，这个横拳，接下来是龙虎相交啊，龙虎相交就是这个桥，这个足脚呢就是蹬脚了，蹬脚上去，蹬脚，是吧，上去蹬脚，蹬脚跟拳要一致，蹬脚啊，这个蹬脚有讲究啊，这个蹬脚有讲究的，这个蹬脚不是你把这个腿扔上去就行了，不行啊，这个蹬脚是什么道理呢，这个脚一定要扔拿起来再这么蹬出去
啊，要这么蹬啊，这叫蹬脚，啊，不是不是你这个脚，有的人我看到一种，这么大也不行了啊，这个一定要拉起来，哼，这么一蹬，哎，蹦拳，啊，这是蹦拳啊，这个蹦拳还是要坐在后脚，啊，所以这个横拳以后，啊，龙虎相交，啊，一蹬，嗯，哎，往后坐。再上步蹦拳，上步又蹦拳，啊，再上步又蹦拳。这里边有个收一部分，有个收的动作，一收，一收以后再蹦拳，再蹦拳，啊，再蹦拳，啊，蹦拳，蹦拳的动作都是都要坐在后脚，啊，都要坐在后脚，不是我蹦拳一时，啊，蹦在坐在前脚不行，啊，出去蹦脚，蹦拳以后都要坐在后脚，拳是平的，拳面向前，眼睛往前看。啊，接下来是抱球，这是抱球，嗯，这么一抱，整个身子要往左转。这个抱球呢，不是你这个手动，所以我们这个形意拳也是主要要注意一个一点，就是说，这个拳里面呢，动拳也好，推腿也好，都是要的有带动作用，这个要也很重要，这有要动的啊，你没要动，这个拳就出来就不好，啊，不没劲的啊。这个腰一转，啊，再往回翻，白鹅两只啊，这个也是一样，这个要翻身，哎，是吧？抱球是这样啊，这个抱球也是一样啊，嗯，这个而且这个拳呢，这里有旋转的啊，这是有些好多小动作也要注意的，啊，这个一种，嗯，这个拳是转的，啊，抱拳不是，那么两手一抱，这个拳是转的，嗯。宁静，有股宁静，有宁静，嗯，一拧，再翻过来也是一拧，一拧一翻，嗯，啊，这样子啊，这是这样啊，那么所以这个要注意这个小小的动作啊，小的关键啊，关键东西，拧，这一翻，一翻以后，脚一转呢，再往下，并步再退，啊，并步再，啊，并步再是一样的啊，我一抱一翻。嗯，那么转锤啊，这个转锤呢，这个指往下的，这个手在这个上面，在主手上面下去，这么下去啊，这么下去啊，接下来再是一个跳步抛拳了啊，跳步抛拳啊，是吧？这个一翻，一翻抛拳，嗯，这个抛拳，所以这个跳步抛拳呢，步子稍许大一点啊，稍许大一点，一个抛拳。跳步抛拳呢，同样也是拧腰，腰带动，有腰带，这个腰是吧？这个身体深呼一下，不能啊，不能一下子就翻过去，啊，这抛拳，啊，一定要站稳啊，你不能一抛以后，这个摇也不行啊，这个要稳，稳准横，这也是有一个三字经了，稳准横啊，所以形意拳打的时候也是要横着啊，横，那么一个横。啊，这是第五组的啊动作。好，现在我们是讲最后一个小组啊，第六组。先把我把第六组的动作呢演示一下。接下来我把第六组呢动作呢讲解一下啊，讲解一下。那么上次我们讲到啊，跳步抛拳嘛，啊，跳步抛拳。跳步抛拳，那么接下来呢，就是说上步转拳，上步转拳还是一样，这个上右拳呢要从上面下来，啊，下来以后，下来的同时，左手要翻，啊，左手要翻，左脚要转，啊，同时进行，啊，同时进行，再上步转拳，那么这个转拳呢步子要大一点啊，这个是摇字，它是个摇形嘛，
这是在十二型里边的摇型啊，啊，十二型里边啊，这个摇型肚子稍微大一点，转拳，转拳也过去了，是吧？那么腰直翻身，这个腰直翻身啊，哦，转身还有一个转拳，啊，这也是个转拳，所以这两个转拳呢都是弓步型的啊，弓步型的转拳，啊，跟这个一样啊，这个是过去。转拳，再转过来还是转拳，都是弓步型的啊，弓步型的，啊，动作跟转拳跟前面一样，这个右拳在肘底下，足拳跟鼻尖一样高啊，拳性朝上，啊，转，好，接下来腰直翻身，那么这个两个手呢交叉一下呢，拉开在胸前拉开。拉开呢，主要是用这个肘部啊，哎，这个肘部啊，这是往前顶了啊，往前走了啊，这是主要，这个平，肘部呢对着这个脚尖，对着右脚，啊，眼睛看前面，哎，后拳，足拳顶着这个啊骨关，啊，兜着胯部，这个动作。啊，这个是腰直翻身了，是吧？从这边一样是一样，啊，这一边也是一样，爬过去，这，哎，眼睛要往前看，啊，这个动作，啊，接下来，啊，这一个，再转过来身来，啊，往前腰直入铃，各自手铃，唰，入铃，抛拳。哎，这个腰直如铃，这就是名称，就是说老拳铺是腰直如铃了啊，腰直如铃，抛拳啊，这是个抛拳啊，拳要平上去，这个转好转上去的，哎，眼睛往前看啊，下一步那就是退步了啊，退步转身横拳啊，转身呢，它是上一个横拳。上步来横拳啊，这个抛拳，腰直入铃以后，退一步，这个拳呢要从腋底下过去，腋底下过，这个手，左手收回来，哎，这是上步横拳，啊，这个李生转一转身，同时转身，同时转腰，手，同时一起转，上步，哎，上步以后，这个再往后。再往后转啊，再往后转，这个一足拳呢，往后转，这往后转，这个拳也是往后转，这个拳，这个手腕子呢要弯一点啊，弯一点转，哎，再转脚尖，再往前转拳，哎，啊，再转，啊，再往转一次，哎，它有三个横拳啊，注意三个横拳啊，看啊，这个三个横拳啊。这个一抛拳是吧？这里一个腰直如铃，退一步，好，上去，哎，这个可能是往，这个是往右转，都往右转，再转一个，再转一个，啊，好，是这样啊，这个抛拳。腰直如铃，哎，退步横拳，转，是吧？上步横拳，对不对？再往左转，这个手转过去，再上一步横拳，是吧？这是横拳，啊，横拳以后再往回转，啊，再上这个手呢都是要拧的，要拧的。再上步横拳，这个拳呢都横拳，这个手都是旋转的啊，旋转的也很，啊，转的。再退步，啊，退步。还是一个横拳，拉回来，啊，拉回来以后，再并步，所以这三个横拳呢，都是要连贯性的啊，连贯性，你看一看啊，要连贯性，一个，再退步一个，这个手往这里边窜，上步一个，转身，上步一个，再转身，哎，再上步一个，再退步。身体重心往后移的时候，
在臂部，两拳从两侧收回来，往下从胸前往下落，哎，眼睛看左边，啊，这个时候在小腹前，再两拳松开，再前头往前看。好，这个八式的实际用法，我举两个例子啊来说一说啊。这个第一个动作呢，就是说，他是如果一拳过来，他这个就这个拳过来也可以啊，这个拳一个过来这么一压，啊，这个是一个马形。如果这个拳过来也是一样啊，右拳过来也是一样，这个一拳过来马形一下，嗯，这个马形就是里面有个马形嘛，啊，马形这啊这是过去了啊，这是一个啊，这个啊第二个呢是白鹅两只，白鹅两只呢，它这个一足拳过来，足拳过来，足拳过来，我这不是一个包球啊，一包球以后，嗯，这我马上就劈到它这个地方，啊，劈到这个地方，啊，这个动作呢是连贯性的，是吧？连贯性再来一次啊。嗯，那就马上翻过去啊，马上要翻过去啊，翻过去啊，哎，所以这个里边呢，动作都是相迎的动作啊，哎，如果那个龙虎相交，他一拳过来也好，龙虎相交，他的这个右拳过来，哎，右拳过来，哎，这我正好一瞧，啊，这一瞧啊，这一瞧，哎，嗯，我这拳跟脚一起来，啊，都是动作是一样的，这个拳过来，哎，怎么？都是打上去，啊，这个动作是一样的啊，好啊，今天就这个三个例子。